从全国选拔政治精英，其实是有很大难题。西方国家包括英国、美国，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形成文官制度，而中国是比较早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一个就是说，秦始皇的统一文字，统一文字以后，使各地方的读书人来读书的时候，他是有共同的文本。 那么第二个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以儒家的《论语》，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教材。那么这就使得有了一个统一的考试的标准。由于官员在社会地位比较高，这也鼓励了许多小农家庭也会培养自己的子弟，去学习完了以后去。 参加国家考试，然后让国家挑选，也是一个跨越阶层的一个上升通道。考试又成绩优秀的留下来做官，成绩不优秀的回到他本乡本土去做僚。官员永远不允许到他的家乡去做官，而僚都是本地人，因此僚对官有制约，官也可以对僚有制约，不容易同地方财团或者是地主。 豪强勾结起来，这也不容易使国家分裂。但是它背后还要有一个社会共识，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。这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阶级英雄不问出身，使得中国人都能接受普通人也可以去做官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他的文官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。在西方社会当中，文官没有早早建立起来，就是因为贵族制。他不允许社会底层能够通过考试就取代这个社会阶层。